the Nokia 808 PureView. The Nokia 808 PureView, wait for it, features a large, high-resolution, 41-megapixel sensor. Hello, I'm Nokia Adai. 刚才那段视频就是诺基亚在十年前的 MWC 2012上发布808 PureView 的情景。还记得当时听到 41 megapixel 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这个数字是当年 iPhone 4S 等主要竞争对手的5倍，也是诺基亚上一代拍照旗舰 N8 的3倍多，出乎所有吧友和各路媒体意料。发布后没多久，808 PureView 就荣获世界移动大会最佳新移动设备奖和 TIPA 最佳影像革命奖。正值808 PureView 发布10周年，下面为各位观众老爷们简单回顾下它的身世和亮点。外观设计方面，808 PureView 虽然是 N8 的升级版，但它那种大号 5800XM 感觉的圆润全塑料复古设计，相比线条硬朗金属三段式的 N8 是倒退的。当时我其实不是很喜欢，也就更比不了 N9 了。机身正面全黑，有一块4寸 Clear Black 悦目 AMOLED， 不亮屏时能和边框融为一体，强光下可读性很好。640×360分辨率，标准 RGB 排列，支持息屏显示时钟。Nokia 信仰 logo 和听筒开孔位于屏幕上方，右侧还有3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与光线距离感应。Home 键、通话和挂机键组成了一体式实体按键，位于底部，很复古的感觉。机身背面和侧面的材质是磨砂的 ABS 加 PC 聚碳酸酯，有黑白红三种配色，白色是我觉得最好看且最不显脏的颜色。808 PureView 还回归了可拆卸后盖和电池的设计，结合紧密，没有晃动。拆下后盖能看到1400毫安时锂电池，下面还有 SIM 卡槽和 SD 卡卡槽。电池盖内侧是 NFC 天线，虽然设计比较复古，但看起来还是挺精致的。背面最显眼的就是夸张的镜头设计了，被黑色玻璃覆盖，凸起明显。当然之后的 Lumia 1020和小米11 Ultra 更夸张。这里的布局类似 N8， 蔡司镜头在中间，上面是在手机上几乎绝种的氙气闪光灯和一个摄像用的 LED 补光灯，下面是扬声器，中间还有凯尔蔡司和 41MP 的私印标志，彰显着当时不败的影像实力。底部有一个黑色的装饰条，手机放在桌面上的时候就是它来着地。机身右侧依次排列着两段式快门键，波动式锁屏键和音量键。快门键的面积虽然小于 N8， 手感依然不错。机身顶部依次是 3.5 毫米耳机接口、 Micro USB 2.0 接口、麦克风和比较独特的 Micro HDMI 接口，底部是另一个麦克风和挂绳孔，左侧空无一物。整机没有什么棱角，沉甸甸的，比较有分量，握持手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808 PureView 的上一代诺基亚 N8 是新塞班曾经的希望，那808 PureView 就是新塞班永远的终结。它是最后一款塞班贝拉后改名为诺基亚贝拉系统的智能手机，配备诺基亚塞班手机中最强大的配置，包括德州仪器 1.3GHz 单核 ARM11 CPU、博通 BCM2763 多媒体处理器、512兆内存、16GB 闪存，在十年前大概是 CPU 不行，但 GPU 还可以的水平。808 PureView 随诺基亚贝拉 FP1 新版系统发布，相比2011年原版的诺基亚贝拉，多任务界面更现代了。 App 缩略图从 1:1 方形部分截取升级至 16:9 全屏截取，更像当时的 Windows Phone 7.5 系统。主屏幕上新增了很多种 widget 小工具，特别是占地面积较大的小工具，比如这个照片墙，点不同的缩略图可以查看不同的照片，非常适合808 PureView。 此外，更新还包括新版浏览器，对 HTML5 的支持更好，还有预装了微软系应用，比如 Office 改名至 OneDrive 之前的 SkyDrive 等等，还有新版的诺基亚地图套件，在当时绝对是一大卖点，离线地图和驾车导航都很好用，就是对发展速度超快的国内来说，地图更新不及时。还新支持了杜比数字加和杜比耳机等音效。808 PureView 发布半年后又升级到了诺基亚贝拉 FP2 版系统，解锁界面升级为全屏滑动解锁，更新了浏览器、更易用的键盘、新的音乐播放器界面等等。
贝拉 FP2 就是诺基亚给塞班系统的最后一版更新。然而即使到诺基亚贝拉 FP2， 诺基亚单打独斗的塞班生态系统也比不过诺基亚当时的新欢 Windows Phone， 更无法抗衡 iOS 和安卓。808 PeerView 发布半年后，首批搭载 Windows Phone 8系统的新旗舰就到来了。没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下期回顾视频的主角 Lumia 920。诺基亚808 PeerView 在上一代 N8 的基础上刷新了手机影像水平的天花板。它最有竞争力的就是那枚 1:1.2 英寸4100万像素的东芝 CMOS 和与蔡司联合研发的五片式蔡司镜头。1:1.2 英寸 CMOS 的面积是当时常见的便携数码相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卡片机，1:2.3英寸 CMOS 的三倍以上，同期 iPhone 1:3.2英寸 CMOS 的六倍以上。而著名的索尼黑卡 RX100 第一代是在808 PeerView 发布的4个月后才发布的，可见808 PeerView 的相机在当年有多么强，有多么领先。它不光硬件强，还有一系列软件功能，让它能拍出画质更好的小尺寸的照片，还可以迅速无声地实现变焦，这就是超采样和无损变焦功能了，与大底 CMOS 和蔡司镜头一起被命名为 PeerView 技术。不过我一般都会选择拍全像素而不是超采样后的，毕竟从大往小缩还有截取用 PS 自己就可以弄，从小放大就不行了。 PeerView 的创意最早来自2005年底，当时诺基亚在第三代 N 系列多媒体手机 N93、N73、N72 项目的最后阶段，影像团队开始探索未来手机影像技术的演进路线。考虑到 N93 为了支持光学变焦不得不采用较小的 CMOS， 画质比不过 1:2.5 英寸 CMOS 的 N73，他们就想放弃光学变焦，采用新的方式来同时实现高画质和高变焦了。在2007年前后开始尝试类似卫星成像的高分辨率裁切的模式，最后花了5年时间歪打正着做出了808 PeerView 这台拍照最强手机。808 PeerView 的拍照界面相比上一代 N8 也有脱胎换骨的变化，锁屏状态下长按拍照键即可进入拍照界面，拥有自动、场景、创意三个模式。前两个模式默认拍摄500万像素超采样，创意模式可以选择 4:3 3800万或 16:9 3400万全像素，可以保存 C1 C2 C3 三个自定义设置快速切换。我一般把 C1 设为全像素白天， C2 设为全像素夜景， C3 设为 PeerView 800万像素超采样。由于808 PeerView 成像色彩比较素，色彩我都设成了鲜艳。界面左侧还有一排设置，从下到上分别是通过设置 ND 滤镜的快门速度 ISO、 白平衡、曝光补偿、闪光灯，我一般都用默认设置。手指在界面向上滑动即可启动无损变焦，按下快门会有一个在塞班系统上算是非常炫的照片拍好的动画效果。如果用全像素拍，照片过大，存储时间延长会导致动画在快门后有明显的延迟。摄像方面，808 PeerView 最高支持30帧每秒的 1080p 全高清视频，无损变焦在摄像上我觉得更有意义。从 16:9 3400万像素截取 1080p 200万像素，可变焦的倍数很大，而且变焦很流畅。808 PeerView 还首次支持 Rich Recording 高保真立体声录音，可以无失真的录制高达140分贝左右的声音，这个数值大概是当年其他手机的4倍。由于年代原因，808 PeerView 不支持光学防抖，对焦速度也比较慢且不灵敏，视频效果不如拍照的优势那么明显。接下来是样张样片对比环节，808 PeerView 会 PK 目前市面上最新的 iPhone 13 Pro、 目前诺基亚安卓手机中最高端的 Nokia 8.35G， 还有和808 PeerView 同时代的老对手。因为我没有 iPhone 4S 和 iPhone 5， 就用我家人的2014年的 iPhone 6 Plus 参加吧。对比前我用蔡司镜头镜片清洁时
以上就是诺基亚808 Peer Review 十周年回顾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欢迎点赞、投币、收藏、转发并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